没有常在心的日子第29日晴。今日律师楼请了个新的 legal clerk 取代常在心，阿爹介绍他给我认识。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，我的心突然间有种很酸的感觉，所以我没头没尾地跟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走开了。我想那个女仔一定觉得很奇怪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第33日雨天。我每日吃 lunch 的时候都会搭船过尖沙咀，在常在心做嘢嗰座大厦下面条街道来回行三次，希望我撞到佢，但我每一次撞到。点知今日我落船就喺码头见到佢，见到佢挨咗喺栏杆度食汉堡包，佢瘦咗，仲有啲憔悴。但系佢收到个电话之后就好开心喺度讲，唔知嗰个人会唔会得得地啊？没有常在心的日子第37日。晴，今日水默默约咗出嚟，我终于见到嗰个有过度活跃症嘅副机师 David。佢哋啱啱去完打草地滚球，嗰个 David 真系好过瘾，不停咁讲嘢，好似个细路仔咁。见到佢哋咁甜蜜，我都好等佢哋开心。唔知我同常在心仲会唔会有一齐笑、一齐开心嘅日子啊？你冇笑得再衰啲噶？你平时笑都得清样咋？我不明白有咩咁好笑啫？笑通街添啊！我一定要话俾阿爸听。我谂咧，如果小 Q 知道啊，佢都会笑我成只狗咁啊！喂，我都惊大把条脷名，我起身我识相咋？哎呀，嚟啊！冇啲同情心，仲喺度笑我添啊！你去见靓女啊，使唔使我同情你啊？喂，咁呢家嘢我未搞过嘛，都唔知点搞。咩点搞啫？我只想睇呢家嘢啊！时间杀到埋身啦，你快啲帮我谂下计仔啦！你身经百战追女无数，使唔使咁紧张啊？边同你咁熟，先同你讲啊吓。实不相瞒，其实啊，我未拍过拖嘅。你咪挂住笑啦，帮我谂下啦。喂，你哋呢啲拍开拖嘅咧，其实拍拖系点嘅啫？第一步，跟我嚟啦。好似出得唔系好惯咁嘅，唔系啊，得得地啊，俾你试埋呢件啦。我呢件唔好咩？我呢件咪几型？你阿爸着就好，阵间咧试埋嗰件啦。我哥色好浮夸啫，着紧你成个橙咁。咁咪衬晒你车厘子咯。我不嬲就开平实亲民路线噶嘛。你系咪唔信我呢个军师先？咁又唔系。我睇得你个样子好似好开心咁啊！佢就嚟要拍拖啦。佢拍咗拖，我哋可能少咗机会见面。不过无论点都好，咁大个仔都应该拍拖嘅。我衷心祝福佢。仲话唔系中意嗰个车厘子，第二次约会啦，拍拖啦。系日常在心，等我仲以为咧你最了解我，点解先嚟你都咁讲啊？唔系你会同人第二次约会，实有嘢噶。咁我见大包佢开心啊嘛，笑得咁高兴，咪俾佢笑下咯。你讲嘢啊？问心嗰句啦，你觉得佢靓唔靓？咁认真讲啊，咁佢都叫一个靓女嚟嘅。咁咪好咯，哇！有一个靓女陪你周围去街，羡慕死人啊！哎呀，常在心，你唔系唔知啊嘛，我忙得不得了啊，又要翻鲍鱼铺，又要去酒楼，星期日以为可以大教训啦，点不知都要走出嚟。仲有啊，成阿刘刘翔都唔知去边度，佢粒声唔出，停闷到我啊，抽晒筋啊，大佬！烦晒嘢，你口是心非啊你！如果你一啲啲都唔中意人啊，人哋攞锁链锁住你啊，你都唔会去啦。系啊系啊，我啲气咧好到咧呃你唔到啊！我对住佢咧好有嗰种好挂住嘅感觉，嗰个感觉又非常浪漫喎！我恨不得星期日快啲嚟，我即刻见到佢啊！你终于都认咧！但我谂极谂唔到应该去边度喎。不如你咧做埋我做一次军师啊！咁你份人咁浪漫，你可以去睇流星雨噶。报纸话咧呢个星期有流星雨睇。咦，都好浪漫喎！仲有咧？仲有啊，你吹萨克斯风俾佢听啊！咁吹啲咩好啊？解情歌啦，如果同流星雨有关咧就 perfect。同流星雨有关啊？咁又好浪漫，哇！
到時會唔會感動到咧？係咁攬住我喺度喊啊，攬住我。咁你咪恨到咯！你記住啊，同佢拍拖咧，一定要請我食飯啊！哎呀，我唔同你趕住啦，我趕住翻酒樓搞嘢啊！我都要翻去做功課啦，我行呢邊去搭小巴。咁我行嗰邊避開你啊！拜拜。得地可能真係拍拖啦，死啦！點解我個心唔開心嘅？以前我覺得得地個樣真係得地噶，笑起上嚟又過癮喎。但係頭先佢講起 Cherry 嗰個忍唔住笑個樣，唔知點解我覺得一啲都唔過癮啊！沒有上咗心的日子，第四十二日情。我今日喺法院門口撞到大腳八，同常在心拍拖嘅時候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嗌咗交，好无聊喺度谂，如果个天俾我打赢大脚八，但系就会失去常在心，我会拣边样？我当时竟然谂咗好耐，但系如果而家俾我拣，我宁愿输一万次，都唔想失去常在心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四十九日，阴天。我今日 lunch time 又去咗尖沙咀，又见到常在心喺码头度食 lunch。我看到他又瘦了，那样很失落，我知道他一定是为了我才这样，我时真的很憎自己搞到他这样，我本来很想走过去，但结果我都没有，我怕他一见到我又哭，我不想再见到他流眼泪。没有常在心的日子，第五十二日晴。今天走过女人街，竟然见不到阿妈，我很怕周围找，但他电话又打不通，他一定为了悭钱不交电话费。后来被我在一条大街上找到他，他竟然跟我说，女人街有很多同类型的档口，很难做生意，所以出来大家摆档。我真的很火气，做无牌小贩会被人拉的嘛，我忍不住骂了他几句，问他是不是真的发钱害，我给家用够晒他用的了。后来我见到他眼湿湿，跟他说了声对不住，因为我想起常在心以前经常叫我不要这样对阿妈说话，会令佢好伤心。我真系越嚟越挂住常在心。我同个天讲，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我？我一定会好珍惜呢次机会。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。